哎呀，这个女人啊，到了40的时候就什么都往下掉，30岁以上我们就开始往松的道路上走了。虽然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私密花园，但生完宝宝之后呢，你会感觉到私密花园的弹性还有紧致度都在慢慢的改变。这个女人啊，到了40的时候就什么都往下掉了。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女演员萧芳芳，她非常有名的一部电影呢叫做《女人40》，到现在都是女性的经典电影。当时她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获奖感言的开场，人过了40岁什么东西都往下搭了，既提到了她得奖的电影，又说出了电影女主角当时的中年危机。的确，30岁以上我们就开始往松的道路上走了，脸啊，胸啊，私密花园啊，所以防松垮呢也是姐姐一直很注意的。挺拔的人生啊，是女人的一种气场，在看得到的地方线条要紧致流畅，在看不到的地方要蓬弹水润，外在不垮，运气也不会垮，任何时候啊，妹妹们都要支棱起来哦。